见钟情，对呀、啊，二见倾心，哦，三见安怎样？小姐，你够老实的。不是小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掉啦！嘿嘿，哈哈哈哈哈哈！一见钟情的时势。谁人知你的心爱的人生一世情不爱爱但只是你感情多爱多得意我刚刚五百一百哦五百有够难他适合你啦是啊小绵羊他适合你啦我刚刚吹不晒吹不晒行哦彼此有的心好呀就一看的娘生的嘴你是一个家我爱我不家我不家每个心爱的人心在无情义无情义关心与高情义也受过的你啦啦啦啦啦你要把撒旦那个大庙吗？你瞧，哦，真的呢，是我一样的吧？伊今嘛你要拖到那个英雄桥吗？是哦。哎，拄仔嘛安尼拖来哦。你爱在你没想条件，公司来免惊，免惊。那么咱一期综艺团阴暗精彩观众暗妹就伫这来甲做一个完美的好结尾，祝福咱大拍尾部的下尾产学金会，真感谢到咱所有主办单位啊，所有只赞助者恁的疼惜甲疼爱，祝福咱家庭美满笑开开，风头大展大进展，再会拜拜，冠如拜拜，谢谢。